下一个神器。哎，对啊，昨天都讲到那个神器那边，越讲越精彩耶。那这个就是胎阿，然后胎阿就是金色的，然后胎阿其实就是所谓的胎阿剑。那胎阿的部分的话，你看哦，它就变成金色的把剑。那攻守的部分的话，它就会变成黄金的。哎，其实是蛮帅的啊！来，主线继续啊。如果主线卡住的话，就开始强化自身战力哦。好。啊，我们目前主线没有卡，我们就继续呗。打绝！哎呦喂啊，九滴血！天哪，我有点担心。惨了，我会不会永远卡在这里？嗯，好像近战的比较猛啊。不是叫他出来，他就没血了。你叫他出来干什么？应该是可以，但是遇到 BOSS 关，我其实有点不爽。就是有的啊，娘，我的空打，你是冲啥？哦，我还问你哇，托管你卖搞我害了无啦？啊！托管你不要害我，我快恼怒了。托管害我那个，托管刚才害我失误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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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起要干嘛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要三星才可以扫荡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其实是要打以前的关卡，只是我刚才忘了。